Bus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哇，啦啦啦啦啦啦！我是偷菜山谷的小行家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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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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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住手！哎哎哎！啊！不准偷采珊瑚！啊！这不好，是鲨鱼警长！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快停下来！站住！站住！怎么回事啊？我好难受啊！考考啊，有什么紧急任务？鲨鱼、鱼类是海洋里的警长，他是追捕能手，坏蛋都怕他。可是刚才他在追捕坏蛋时突然呼吸困难，他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交给我们吧，奇妙救援队火速出发。奇妙救援队怎么还没到啊？是救援巴士。鲨鱼警长，你怎么了？我刚才在追捕偷珊瑚的坏蛋，但是突然觉得呼吸困难。警长，你先停下来，我们给你做个检查。可是我不能停下来呀。为什么呢？我来查一下。嗯，原来鲨鱼警长必须不停地游动，让水穿过自己的鳃才能获取氧气呼吸，要是停下来的话，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生命危险？别担心，警长，我来帮你检查一下。结果出来了，警长的鳃受伤了，所以他才会呼吸困难。我明白了，我马上给警长治疗。找到受伤的地方了，警长的鳃被珊瑚碎片划伤，而且碎片还卡在里面。那应该是珊瑚碎片在他呼吸的时候被水流带进去的。难怪警长呼吸困难，
我这就帮他治疗。超级绳枪，成功解决了。嘿嘿，谢谢你们，我又可以畅快地呼吸了。现在我浑身充满了力量，可以继续去抓捕坏蛋了。哎，可惜让那个坏蛋跑掉了。别担心，警长，我们来帮你。太好了，看我的。找到了，在那里。哈哈哈哈，永远也别想抓到我。不好。哼，你别跑。站住。拜拜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可恶！你先躲起来。警长是发现了什么吗？鲨鱼警长的嗅觉非常灵敏，只要那坏蛋还在附近，就一定能被他找到。哼，看你还往哪里跑！走了！嘿嘿，别跑了！嘿嘿，逮住你了吧？危险！琪琪，怎么办？救命啊！必须请求总部支援了。考考，我们遇到了新的麻烦，需要小福的支援。收到。小福，琪琪需要你的支援，请带上你的装备，立即出发。收到。小福最喜欢来自海洋的挑战。小福已到达。小福，需要你帮忙切割船舱，救出鲨鱼警长和大灰狼。好的。哇，太好了，得救了。你们谁也别想抓到我。超级
啊！我们没事。耶！这次多亏了你们的帮忙，奇妙救援队真是太了不起了。警长，你一直在抓坏蛋，我们才要感谢你呢。嗯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再见。奇妙救援队，安全我守卫。这是我喜欢吃的棒棒糖，我要分几个给乐乐。怎么办？工程巴士载着工具，快来快来修一修。没问题。检查过轮胎，扳手来帮忙，换呀换一个圆圆的轮胎。哈哈，警车修好了。哇哦哇哦哦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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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可恶，导弹车抢走糖果。怎么办？直升机巴士飞上天空，快来快来找一找。没问题。向左飞一飞，向右飞一飞，向上飞一飞，向下飞一飞。哈哈，导弹车找到了。哇哦哇哦哦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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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可恶，导弹车抢走糖果，怎么办？直升机巴士工程巴士，快来快来帮帮忙。没问题。一个向左追，一个向右追，一个向前追，一个向后追。导弹车抓到了。哇哦哇哦哦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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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我的糖果。让我来看看里面是什么。我的宝箱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宝箱。这是谁的宝箱？怎么掉在这里？在那儿。终于找到你了。我的宝箱呢？快游，快快游，可怕大鲨鱼追着我。快快游，快快游，可怕大鲨鱼快走开。救援队快来帮帮我。小福，道哥需要你的帮助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勇敢的救
海底，超级救援队来帮忙。啊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动了？糟糕，我们被绳子缠住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蜻蜓巴士遇到困难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可怕大鲨鱼追来了！啊，大鲨鱼来了！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勇敢的救援队，快快启动机械手，蜻蜓巴士解决困难，超级救援队保护你。哎，谢谢你，小福。哈哈，不客气。啊？我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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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是我拿错宝箱了。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翻过这座山，我们就能把货送到了。嗯。要给他准备惊喜。嗯。哇，好漂亮啊！爸爸，爸爸，我还要更多的气球。好。嗯。Yeah.
蛋糕台怎么可能会飞呢？啊！真的飞了！乐乐的蛋糕飞走了，怎么办？生日蛋糕飞上天，生日蛋糕飞上天，生日蛋糕有危险，快快来救援！糟了，那边飞来很多小鸟，要是他们把蛋糕吃了，乐乐就没有蛋糕过生日了。兔姨，请你开直升机巴士引开小鸟。好的，马上出发。直升机巴士立刻出发，直升机巴士去救援，直升机巴士在路上，马上就到达。直升机巴士抵达现场，叼着玉米吸引小鸟，吸引小鸟保护蛋糕。生日蛋糕飞上天，生日蛋糕飞上天，生日蛋糕有危险，快快来救援！不好了，生日蛋糕快要撞上房子了。琪琪，请你开着救援巴士到达现场，启动超级速度推开蛋糕。好的，马上出发。救援巴士立刻出发，救援巴士去救援，救援巴士在路上，马上就到达。救援巴士抵达现场，快快启动超级速度，超级速度保护蛋糕。生日蛋糕飞上天，生日蛋糕飞上天，生日蛋糕有危险，快快来救援！怎么办？蛋糕越飞越远了。壮壮，请你开着工程巴士把气球刺破，让蛋糕慢慢回到地面。好的，马上出发。工程巴士立刻出发，工程巴士去救援，工程巴士在路上，马上就到达。工程巴士抵达现场，伸出工具打破气球，打破气球保护蛋糕。呼呼呼呼呼！哇，哇，好大的蛋糕啊！生日快乐！耶，乐乐生日快乐！外星人来到地球探险，但是现在回不了家了。为什么？外星人把飞碟变小后找不到飞碟了，需要奇妙救援队找到飞碟，帮助外星人回家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救援队，请帮助我们！没有飞碟，没有飞碟，没办法回家。奇妙救援队，请帮助我们！寻找飞碟，寻找飞碟，我们想回家。别担心，我们一定会帮忙找到飞碟的。放心，交给我们吧。奇妙救援队，超级救援队。直升机巴士，直升机巴士出动找飞碟。那个是飞碟吗？神秘的飞碟会在哪里呢？直升机巴士飞到天上去寻找飞碟。那不是我们的飞碟。奇妙救援队，超级救援队，工程巴士，工程巴士出动找飞碟。神秘的飞碟会在哪里呢？那个是飞碟吗？工程巴士启动云梯去寻找飞碟。那不是我们的飞碟。奇妙救援队，超级救援队，救援巴士，救援巴士出动找飞碟。神秘的飞碟会在哪里呢？救援巴士快快点小去寻找飞碟。咦，那个是飞碟吗？
谢你们。不客气，这是我们救援队的任务。地球真是一个美丽的星球，可是我们该回家了。欢迎再来，一定会的。再见，再见。吉，哇，这是什么？长得好像手掌哦。这是仙人掌，喜欢就送给你吧。真的？哦，但是你要照顾好它，它喜欢晒太阳，不能浇太多水。还有呢，它的刺是它的叶子，不要乱碰哦。有紧急任务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照顾它吧。有什么紧急任务？骆驼哺乳类，是沙漠里的快递员，它的驼峰是超级能量箱，可以让它不吃不喝走上十几天，可是现在它的驼峰却越来越小，没有能量了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交给我们吧，奇妙救援队火速出发。好难受啊，奇妙救援队，请快点来啊。救援巴士，太好了。骆驼先生，你哪里不舒服？肚子怪怪的，吃不下东西。我的驼峰都变小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帮你检查一下。启动检查设备。导致吃不下食物，所以不能给驼峰补充能量。明白了，我马上进去治疗。啊！胃里面有好多气泡，难怪肚子会胀气。
超级修复仪。搞定！舒服多了。七七，骆驼先生，你好多了吗？打了个嗝，好多了，又可以吃东西了。你们看，我的驼峰开始变大了。好了，我要继续去送包裹了。诶，我的包裹呢？天哪，肯定是被风吹到沙堆里面了。别担心，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。卡卡，我们遇到了新的麻烦，需要壮壮的工程车支援。收到。壮壮，七七需要你的支援，请立即出发。收到。任何困难都挡不住超强的壮壮。骆驼先生的包裹被沙子埋住了，我来定位，你来挖。好的。找到了，在那里。交给我吧。加油，还有最后一个。哈哈，太简单了。太好了，都找到了。糟糕，沙尘暴来了。大家赶快躲到车子旁边。啊！我的包裹！危险！快蹲下！不行啊，风这么大，包裹会被吹走的。让我来。啊，七七！超级速度！风停了。七七，七七，七七呢？七七被沙尘暴吹走了。都怪我。七七，七七在那里。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哇，我的新玩具，骆驼先生，谢谢你，下次也要找你寄快递。太好了，多亏了你们帮忙，谢谢你们。骆驼先生，再见。再见啦！再见！再见！
奇妙救援队，健康我守卫。